可是我们的内心跟我们的团队的那个力量比他们强很多，很重要一部分是来自于姑姑。对，真的。姑姑她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粘着剂，在中间去发酵很多，而且她非常非常的正向，我觉得这个帮助这个团队很多，所以她是隐形的队长。是，绝对这是。件事情。按照惯例，这个应该是季中检讨，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 timing。因为我印象中，第一季的时候，红队就从那时候开始，真的是内心有所改变之后，才在战，就是反映到战机上。我要讲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一对一在对战到红队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没有比他们强。可是我们的内心跟我们的团队的那个力量比他们强很多，很重要一部分是来自于姑姑。对，姑姑她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粘着剂，在中间去发酵很多，而且她非常非常的正向，我觉得这个帮助这个团队很多，所以她是隐形的队长。是，绝对这件是，事情。而且谷歌这么用心，真真的的。用心。那再来是真的，就是我们的队长是小春。我觉得各位队员你们要小心啊，你们一点点情绪或什么状态，他是一点都没办法忍受。他为了要保护大家，这个真的让人家很感动哎。所以我觉得说，每一个我们这个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角色都扮演得很棒，所以很感谢小春，然后这么爱大家，对，那么谢淳爱。哥，谢淳淳哥。哥今天的检讨会，其实我们之前自己蓝队就开过，我们之前3个多礼拜前我们就先开了，就是我觉得我们大家一定要讨论出来，因为为什么我会觉得说要来讨论？因为我觉得讨论完，要不然它就散掉，要不然它就会进化，但是不要卡在那边。那因为这个其实就我们三个比较资深的，就我们自己有先讨论过，说希望每个我们的队友都能够真心的讨论出来问题，我们可以怎么解决？老实说，我有时候都会生气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很直说。然后，真的，我是很感谢每一个人都给我不一样的帮助。那当中，其实洗菜给我最多温暖，就是洗菜他常会鼓励我，因为我不是很稳定。那洗菜其实给了我很多温暖，就道哥加油，你很棒的念。那我觉得那个会有很大的差别。OK，谢谢，谢谢。因为我必须谢谢大家，因为说真的，我现在还找不太到，说实话我还找不太到我刚进来全明星运动会的那个魁啊。我对于现在给自己有一点点迷失，我觉得这个还是给自己的最大的课题啦。可以在我状态不好的情况下，帮助团队一起拿下比赛。谢谢金文。我首先我想要谢谢谷歌，比赛刚开始的几周的时候，他一直鼓励我，因为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观察得到我的状况不太好，其实，然后他就会一直过来关心我，然后给我力量，所以我要谢谢谷歌，就是帮我治好了这个焦虑症状。哦，对，对，对，谢谢。其实我一进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崩溃，不认真，甚至我很自卑。我一开始会避镜头，我会想要练习的时候，我自己想要躲在角落，我不想。其实我有点觉得我不想拖累你们，所以一开始我真的不开心，我只是想躲起来，赶快把我自己变强那一种。我非常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很用心的在教我，给我鼓励，然后我开始找到我自己的位置了。我可能真的不是最强，但是我也很用心练习，我就在后面。你们累了，跟我讲，我随时可以补上去。我可以当最强的后盾，对，我不一定要当。对啊，就觉得哎，我开始发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，所以我开始变得快乐。谢谢，真的，谢谢嘉威，嘉威，嘉威，你是不一样的嘉威，很重要。当你把这个团队哦，就是把个人缩小的时候。这个团队你实在太难攻破，所以我们现在厉害的是在于我们这个圆非常的完美，然后非常的完整，修复能力很强，的确，继续加油，人生的道路上，好，我也想打气，蓝队干大事干大了，蓝队 LIHI 厉害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易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